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拍一下这个正滨渔港喜羊羊的停泊处，然后还有停车的地方。OK， 各位也看到哦，我们这边呢有这个栅栏哦，然后各位到的时候呢，可以东西先下哦，因为港内是不能停车的哦，东西先下完之后呢，再到我们这个正滨渔港。哦的这个办公道那边有停车场，还有呢这个我们这边原住民哦，原住民的那个会所哦，那边有两条哦都有停车格，然后呢不然就是平日的话它红线其实不会拖哦，它其实都可以停在那个地方。 OK， 好的，各位如果从这个喜羊羊这边过来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大帆哦，大帆槟榔的巷子右转哦，它在中正路393巷哦，中正路393巷哦，这边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正滨鱼市场哦，正滨鱼市场那这边呢就有停车收费的地方哦，它是算次的哦，一天是一次是40块哦，一次是40块哦，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早上九点到晚上11点，那11点到6点哦，车辆不得进出哦，所以停这边的话呢，要注意一下时间。OK， 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呢，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往最里面开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停车场很大，我们往最里面开。哦，开到最靠近，哦，最靠近我们这个船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，哦，停车，然后步行过去船旁边 ，OK。好，走过来。从停车场走过来大约五分钟左右呢，就可以到我们的船旁边了。哦，所以呢，左右两边哦，原住民广场跟这个停车场哦，渔会停车场哦，然后这两边呢，大概走路都大概3到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我们船边了。OK， 所以各位呢，东西下完哦，然后就停两边。然后停两边之后呢，你各位再走过来。好了，回去之后也一样哦。东西下完之后呢，再各自去牵车哦。这个部分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各位如果提早到，然后呢想要坐一下哦，吃点心、喝咖啡呢，上面有一间叫喜色咖啡的哦，非常近哦，就离我们船旁边不远而已。所以呢，各位可以去上面哦，去坐一下、喝咖啡。OK， 我们去看看 ，Go。好的，我们就进来看看喽。好的，这是咖啡厅内部。好，这边有两间呢，提供冲水的地方。为什么要有两间冲水的地方？因为这个是他们潜水哦，潜水会来更换衣服的地方，洗沐的地方啊，就是厕所。那听说还有二楼，我们上去二楼看看。这就是二楼的景哦，哦，还有这个座位区，哦，这个看到这个马路灯这边呢，有个阳台，哦，它其实拍出去了，哦，看得到彩虹屋有没有？哦，是在那个方向，哦，这边看不太到，所以这个提供一个大家一个舒适休闲的地方 ，OK。好的，那其实中正路呢，它蛮多吃的东西，
哦，整条路，整条路都有哦，整条路都有。所以呢，各位如果提早到呢，想要来用餐的都可以哦，或是回去前呢，想要先吃个饭啊，也都 OK 的。OK， 好的，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们都可以私信我，等你们来咯，拜拜。